Oh shit. Hello，Hello。什么玩意儿？说个 Hello 就跑了。
这俩是组队的吧？哎，hello，真人聚集室，我去年就看到消息说要拍，人物选的跟那个人都长得很像。但是我感觉是一个伪原剧的，可以参考一下《巫师三》好吧。我炸我！本来就丧尸，一个劲儿炸呀！我操他妈的！我发现你这个世界观很危险啊，小伙子。各种阴谋论，生化危机玩多了。这两天人王玩多了，我他妈都没怎么打 PUBG，我感觉没手感了。今天第一把感觉操作都不灵敏了。
哎，一把做完任务，打完这把可以玩人王了。DC，你从哪一年开始看的直播？我先说我自己，我大概是从16年吧。当时我看的是 CS:GO。
吃鸡，第一把吃鸡了，我可以玩人王了，菜逼们，呼呼。哇操，一开始在那城里搜到都没搜到什么东西。2014年，我靠，那你发现挺早的，我们2014年上大学呢。来复盘，哇，一把把每日任务做完。昨天晚上我没打 PUBG， 6点更新，我想说4点早点打，怕做不完，结果一把做完了，每日任务做完，来复盘。哎呀，刚开始贼慌，还有人在直播间跟我说哈喽，我没理他，我没看到，然后他就走了，不知道想告我干嘛，不知道是拉我入公会还是干什么，不管他。一开始贼慌，人贼多，背着他们好几个仓，然后好几天没打了，手有点生了，都没挑对地方，还好上来给我 M762。啊，这人在这个地方。哦，这样。我他妈找半天没找到人。去海边搜了一堆没东西。然后我想说直接过河算了。等你这门全开了已经。这把是真的穷，回来过来一看，想搂人没搂到，反正搜过了。想了想，还是过核心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两个逼组队的，操他妈的！两个车一起开不打，操！哎，这逼，俩组队逼，操他妈的！我还想说卡一波人。就看这俩人开车走了，这俩逼组队的，我再举报一波。啊，比单排举报真不要脸，单排组队操贱，这俩傻逼操。他俩到底打不打呀？我看一下。不管他了，还看我自己了。两个臭傻逼。好，两个组队进圈以后，然后我就疯狂搜搜搜搜，屁都没搜到。然后我就疯狂跑毒。还好这个城里还有些东西，给我捡了点东西。当时都快绝望了。哇，这还有空投，我都不知道。哇操，这你妈，这你妈看到也没卵用。AWM。守株待兔，守株待兔一波。还真有兔子来了。那脚不疼了，我果断站起来。居然没有掩体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加速了。明明还蹲着走，突然间加速。这里还有个吉利服，狂跑，怕死。
我感觉这里面会有人，结果这个小房子没人，这个小房子有人，还好让我苟了一命，全在这边，我都没管，我就怕这边有人，一直往左看，结果左边没人，但是有人好像打到我了，不知道是榴弹还是什么。榴弹，榴弹！我一开始听到声音应该不是他。对，我听到是这个人的脚步声。Eden，胡，中国人。好像最后还是真他给我打的。我在找这个人，我还才看到他。这逼什么枪？差点把我反秒。M4，开挂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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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挂逼！跑动中直接人都不瞄，直接锁人。这个是个挂，不信可以看回放。啊！中国死挂逼，他们重出江湖！操你妈的！去你妈死挂逼！切错了，应该扔个雷的。我怕他从那边绕，抛了个雷，还没绕。切火，烧火，反向，他肯定往这边走。够傻逼！哼，还好被我反杀，死瓜逼，人都不瞄的这个逼。开镜就是人，去，死瓜逼，差点把我瞄了。他妈的，一开枪就是人，他都不用瞄，锁人呢，死瓜逼。好，最后两个人，我知道这边有个人，这边有个石头，我都看到这个人了。他这边开枪了，这边有个人，我看到这个人了，我扔了个雷，给炸残了好像。这边有个人。炸到没？哦，就一丝血了。哎呦，这个老阴逼把我的人头给抢了！操，明明应该是我的人头呢。我这个雷炸的就一丝血。操你妈，真一丝血，把我人头给抢了，这逼。顺爆雷，嘣！还等他出，他不出，不出就吃雷。站右边，那肯定往左扔。他打到我了，哎，小逼！这个特别细节，他不出，不出就吃雷，吃雷之后他在右边，我已经从右边出过一次了，我得从左出。但从左出的缺点就是身体出的比较大，容易被看见。你看，他一直往这边瞄，他预瞄点是我的右边，这很细节呢。第一波已经是往右扔过了，啊，吃鸡，这个就是细节，因为你右手吃雷的话，往右侧身扔雷是最快的，所以他预瞄点在我的右侧，这个就是打出其不意，往左边扔个雷，就把他干死。完美，吃鸡。还有一个半小时才会更新任务，我还想说今天打了两三个小时呢，那我就先下了。